你这查某心理变态，看我这痴情的红腮，对我慈爱的牵手，这么啊温柔体贴，这是你这世人永远得不到爱情。所以，你落去万多，想要害死无愧的反抗的先例，安怎？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就荡气回肠的？你不应该这么离谱，就算你说得出嘴，也没有人会相信你。无论是在泰国还是台湾，我富王赛的名声是同人知的。啊，那你呢？一个真苦累累的，搁想要严格探访被小查某，你讲啊，大家相信谁？陈朴素一定相信我。对哦，有影啦，今仔互你白甲拢唔在人气啦，处处拢为你讲话，啊，不过不要紧啦，在伊人生中，你都参上一阵的烟雾，点就消失去啊。差班俊男会当理解我这个做阿兄弟的苦心。你这禽兽，我好意思讲你是阿兄，你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客用的头脑替伊赚钱呀？什么啊？连这款秘密，俊男会知影？那呢，你真正袂当过老啊？其实，你尽量肥啦，肥弟，你得要摔死啊！搁肥嘛无偌久啊，无好买，应该是恁两个吧？林子倩，一路顺行呢，阿比地角在等你。别吱声啦，那火车就等下拢麻烦，还阁等机会去救人，吼。你这样啊，你啊，你，哦，你是见死不救你，我已经派人去遐救伊啦，我已经较好咧，听好啊。你啊，捌爱靠鬼哦？我个丽萍，你放心，我娘拢真实啦，你靠伊啦，好。真正想够可恶的，哦，看到我整个人拢发怒起来了。我的丈夫是，你真正是我的爸爸。我求开哦，你哪会当这么可恶？你把我爸的身骨头摕去，搁植入你二弟的大脑晶片，那你，
那你我爸意思是不是被砍掉啊？那你是不是代表我跟我爸这些人都没法度想你啊？好啦，心爱心爱坐啦，这技术真是讲启宏发明的，只要够话咧，就叫破解，敢是？这是太恐怖！江凯勇竟然在走超越因爸爸活的机会，佮伊花节目交换因两个人的意识，这是天理不容。超越，这条啊，咱得退透的来。等 DNA 报告出来，你佮老夫人都提这个报告去找江凯勇算账，一定要清楚心灵伊对你爸爸所做的代志，一定要伊付出代价。不对，这个人真正是可怕。伊抓别人的改造，变成自己小弟也无够，佮对伊的爸爸见死不救，甚至对伊的太太佮无辜的子倩杀人灭口。等这件事不清楚了后，然后我找伊算账账。王金，歹势啦。之前我拢误会你平时强加，啊，不过经过这件代志，用来证明你也是阮熟悉迄个政治的黄金。不管安怎，我拢爱甲你说多谢。若不是你差一步发现强加用伊的阴谋，用你的智慧及时去面对去处理，强加连子谦伊嘛爱玩弄死啊！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讲起来，这摆林子倩伊变作是江凯勇下手的目标，嘛是因为伊的正义感，伊拢有心在悔改啊，我嘛袂当见死不救啊。真正是感谢你的。妹，喂，还有我啊，你嘛要感谢我，因为哦，我的脚掌哦真巧啊，所以伊才会靠对着我脚掌后边走来啊。好啦好啦，你上够啦，好唔好？给讲诶，好消息！刚才哦，有文金姐提供的资料啦，林子倩的毒已经解啊，你两个马上脱离危险啦。真好啊！那呢，因都是之前江凯勇上好的人证啊。是啊，你哪会出去这么晚才回来啦？相国阿姨，先阿是毋是走无去啊？互人带去警察局，你家己带转来。阮爸无这样讲啦，伊早找阮讲讲，实验室出代志啊，啊，毋过吴志生的动手调阮搬倒入去，才带伊过来。实验室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唔知影，之前吼我有去看一下先梅啦，甲讲明仔载结婚纪念日的代志，我伫几个时阵。先生应该无人才对啊，然后我就去报应一挂趁着影片啊，还佮买花即个利利扣扣的代志啊。你讲白贼，林子谦啊，佮少华因大嫂拢无去啊，就是去互掠去的，伊是歹人。你先我袂讲啥，我去实验室，佮去一下变数，都叫伊关来底，佮佮我泼两桶水。我无找你正常，你嘛搁走来，我袂讲。是啊，你讲子倩跟我大嫂无去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张博士伊要带我去看恁大嫂，结果迄林子倩向赵立白讲伊中毒，张博士哦要赶紧去，伊就叫我去外口过，袂当有歹人来乱。我一出去，我就看到伊，伊就鬼鬼祟祟，所以我唔才甲关伫病所内面。有听到无？你莫听头前迄哩哩啰啰的啦，听后壁才实在。就当证明讲，我无讲白贼，我真正回归民宿，真无简单才走出来。伊当初我应该加囤寡物件，把伊门敲死，安尼伊就无法度出来做歹代志。我无，你有。我四处找无张博士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，把林子倩，还佮有邵怀英大嫂，带入去电梯内面。你莫后壁讲哦。是我家己一人离开实验室的，不是你讲的。我带什么人入去电梯？我亲目睭看到的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，冷静，好，有话帮我讲，讲清楚，好。
阮爸本来是甲张博士做伙，后来张博士嘛无伫实验室，你敢知影伊人伫倒位？我当然唔知啊，但真正参照陈良成讲的，我甲人带走，俊仔一定会知影。啊，俊仔到即摆阁无消无息，就当证明讲陈良成你伫讲白贼。什么啊？林子谦为实验室给什么耍造？你怎么看？您讲，林子谦到底是被安怎？监视器盯管的时间拢这么晚，啊，林子谦到底是伫变什么梦？啊！是安怎要甲阮小妹带走？影片的时间按事先设定的，若是要看影片，我讲话，相信阮爸讲的话。恁这边是安怎？白白波，硬要你到乌唔？陈良成这个空话讲话，较袂比监视器画面较实在。小妹是我的某呢，明仔载是我甲伊的结婚纪念日，阮阁想要盛大办一个祈福会。公开伊澄清好消息，靠什么流出来走？我顶多是怀疑恁啦，串同林子谦甲带走，想要破坏阮无极生计的名声。请你讲我清楚哦，什么关林子谦串通？我甲串通甲胡林带走，对阮什么好处？谁唔知啊？黑市集团特别多啊，恁都想要剥掉安波罗医疗公司进驻未来城的机会。所以一直想办法要对付无极生计，佮加上陈良成进前有救林子谦一条命，所以恁就叫林子谦把甚物带走，想办法，让阮无极生计上重要的医疗效果见证人，我都出现。吼、哦，你这个臭老阿公，你心肝足歹呢？你想要牵拖去别人遐去？明明就是我看着你把人掠走。陈良成，你泡我冷水，泡我烧水。真安怎？搁想要泼垃圾水唔？哼！为了你讲老实话，我即马甲你泼老实水。你甲卡着阮大哥，你再试看卖。好啦，是恁甲仙梅带走的呢，过来这乱，就叫我超过，我叫来报警。哎，不用报警。是安怎？没用报警。伊今仔用控制未啊？伊哪有可能予你报警来抓伊个弟？你点点别讲话啦！哎，咱若报警，恐惊因会叫林子谦抬什么灭口？什么有啥三长两短，多害因的伊？好啦，恁即马甲我讲，阮到底要付出偌济代价？恁只愿意甲什么放倒来？假啊，搁假啊！我再等你看。看你是不是真正我都瞒天骗地？林先生，我拜托你，赶紧先别行我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江总，卖个演戏啊？你咩？哦，阿慧演啊！人拢讲哦，慧演是英雄啊，伊是慧演是狗熊啦。连这个老王样，我给他查出。高兴，你家己家较细滴哦。我会保护性啊。陈良成这么抗议啊，等袂哦。煞骨较硬，我看仙梅一定落在你手头。虽然讲明仔载师傅会哦，仙梅无法度参加，啊，不过我还照常办。我要大家知影讲，仙梅是由林子谦抓去，请大家到三江，把林子谦找出来。安尼看起来，大嫂嘛是凶多吉少，特别这么凶。恐惊我甲陈东俊，卖予伊灭口。